Hello，大家好，我是阿谦。今天呢，我们要来玩一点 Minecraft 啦。没错，我们今天要来玩的这张地图叫做狼什么 The Ultimate Block 3。Yep，我们有玩过了它的第一跟第二，然后我们今天要来挑战它的三。我在想啊，它的这个地图一定是越做越好，越做越难，所以第三应该会比较难一些。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OK，我们进来了这个地图，这是我们熟知的作者。他，我们在冰上是不是会滑呢？吓到我，怎么变了？Map Maker 就是 Pixvolt 呀，他有他的 Twitter 跟他的 YouTube，这点真的会有用吗？YouTube、Twitter 呀，然后这是 Info。The aim of this map is to craft the ultimate block. To craft it, you need to complete all the level. 对，我必须完成所有的挑战。我们看一下规则好了。No cheating，不要作弊。Only use adventure mode, game mode 2. Don't use any resource package. 哦，不要用任何的资源包啊。Don't use any. 哦，不要用资源包诶，他是这么跟我说的。诶，我改了吗？好，应该是改到了。他说不要用任何资源包诶，那我把资源包拿。好，他有自己给我们一个资源包诶。好，那废话不多说，我们可以准备开始了，Go start。诶，你做了两个 ultimate block，这是我们第一集，不是第一集。那个 ultimate block 一，我不能移动But you don't know why，我做了两个 ultimate block，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来告诉你，哦，他跟我讲什么很恐怖的故事吗？这谁？There was a king，那是一位国王，and there was an evil witch，有一个邪恶的巫师。The witch put a very strong block，很非常强的东西锁住了，and this block can be。那个 witch 就是那个巫师，邪恶的巫师，他放了一个非常强的箱子在那个国王的身上，刚刚在他身上。And this block can be mined only with pickets. 哦，pickets，我之前有做过，call the ultimate pickets. And to craft that pickets, you need three ultimate blocks. 要制作这个十字镐，特殊的十字镐，你需要三个 ultimate blocks。我现在已经有两个了，So now go and complete the puzzle to craft the third one. Good luck. OK，我们必须要做出第三个 until the blocks. OK，我现在被丢在一个很奇怪的地方。Start level one. Cannon. Try to shoot the fireballs on the block above. Don't shoot on the wall. What？这是什么？大炮好可爱。天上有很多黑黑，我是要射那个黑黑的东西吗？summon fireball，这是什么？这是可以打它吗？可以耶！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哼，这个家常便饭啊。OK，对不起，我错了。这有一点难度啊，有中吗？有中吗？有中吗？擦肩而过，他不会是个好男人，也不会是个好情人。你对我说，我们只是擦肩而过。啊，差太多了。不，这个好酷哦！他怎么有办法让那个球给燃烧起来啊？很难呢，这一点都不简单呢。Nice，第一个吓到我了，他还正在爆炸。没有第二连发啊，好可惜哦。再靠近一点点，我就打中了。再靠近一点一点点。OK，最后一个，Last one。
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没中。哎呀，最后一个打完了 ，nice。Magician 什么意思啊 ？Magician Doctor A， 哦、oh, ，Can you pull the lever for me, please？ 嗯，是拉这个拉杆吗？是吗？哎、欸，哎、欸，哦、oh, ，What？ Oh， no， they're supposed to teleport in this hole. Can you help me and put them in the hole in that hole？ Take this, it will help you. This is super magic. 哦、oh,。磁铁啦 ，Magician， 这他会不会打我？哦、oh, ，他是 Zombie Two， 哦哦哦哦哦，可以吸他哎、欸，哎、欸、好酷哦，为什么可以吸人？哎、欸、太酷了吧 ！OK， 他说在hole里面，应该在洞里面，我把他丢进去吗？不是，应该哦哦哦哦，整场都在哦， oh, 应该是把他丢到这里面来，然后我必须要去再去找另外。几只？一二三四五，应该还有三只。他说这些都住在洞里面，跑出来了。OK， 这里有一只蜘蛛哎 ，Spider One， this way。哦，小心哦，蜘蛛网。哇、wow, ，好酷哦！他是有怎么有办法可以让磁铁可以吸怪啊？好酷，帅！呀、yeah, ，过关啦。OK，Mirror、okay, 镜子。Place a mirror on the redstone block. The laser 有雷射 will reflect with the mirror 会反射，借由镜子来反射。Try to reflect it to go to the gold block. 想办法把它反射到金砖上。If you miss something, press the reset. 哦，如果你失误了，可以重来。OK， 雷射应该在这里，然后我要射到金砖上。雷射。哦哦哦哦！雷射来了，雷射来了！等等等等，我要射到哪里去？射到那个地方去吗？是这样放吗？我有点，可以转吗？它可以转吗？它不能转，完蛋了，反射错了。哦哦 ，OK OK， 我知道我知道了，我觉得是这样子啊、哦。我们重来一次，重来一次。我们先把东西放好，你觉得怎么样？我看一下要怎么射会比较好啊。这个地方有办法射到终点吗？这个角度，这是斜的吗？我看一下，它会射斜的啊。OK， 没办法。那这个咧，我要确定是哪一个雷射可以射到，就是终点，应该是这个哦。OK， 就是它了，就是它了。好，那这个理论上一定是这样放没错哦。射向终点，然后如果是这个的话，理论上来说要往那个方向射，应该是面向这里。那这一个呢？我想想看啊、哦，这个斜的有办法过来吗？好像可以诶。哦，有了有了有，找到了。这个射过来这里 ，and then 这个射过来这里。哦呀，成功喽吗？成功了吗？冲啊，雷射应该可以吧？哎、欸，好酷！他到底怎么做的、啊？我挡在他前面，他会攻击我吗？哦，他会消失不见。哦，没有没有，还在还在还在。哎、欸，雷射哎，这到底怎么做的？我觉得好酷哦！红丝机关吗？他一直跑出这个哎，雷射砖。OK， 他跑得有点慢哦。哎、欸、哎。欸哎、欸，怎么偏掉了 ？What？ 这样，我没放好吗？Go go， 雷射转弯，转弯，转转转！哦哦哦哦，吓到我了！转过去，中中中中中中 ！Yeah，Level 4 infect block。Try to find the infect block。假的箱子 ，it will be something green on it。它会有绿色的东西在它身上。T
To create it, shot and arrow. OK， 我们要找到假的箱子，然后用弓箭去射它，是这个意思吗？虽然我不太清楚，不过我们现在找看。他说会有绿绿的东西在他身上，然后右边出了一排假箱子的名单，然后他有工作台，有书柜，有铁砧，有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绿宝石砖之类的。OK， 哎、欸，这个吗？这个吗？这个吗？这也太明显了吧！OK， 那应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啊、哦。我们只要绕着这个走个30圈，不用了，3圈应该就可以找到所有的假货。出来吧，假货 ，fake。这里 ，got it。出来吧，假货，别再躲躲藏藏啦。假货，哈哈，假货们，看一下啊，看我眼睛很锐利的，我刚刚是不是有漏掉？this， 哼，假海绵 ，OK， 这边，反正我很怕会漏看，工作台，我很怕会漏看铁砖哦。不太明显了，绿宝石砖也太难了吧！我不知道还剩几个要射哦。铁砧好像还没射过。绿宝石找到了。OK， 我们剩下两个，最后一个是作者吧？最后一个是吗？那不是作者吗？我们还剩下两个，一个是铁砧，一个是什么东西？好，不过我们应该还没绕完一圈哦。不要紧张，不要紧张，我们找得到的，找得到的，找到。我找到了耶！不是啊，不是。我没有要用，很生气。OK， 我们还剩最后一个书柜吗？最后一个是书柜吗 ？Bookshelf。OK， 找书柜哦，是吗 ？OK， 书柜，书柜。我们应该已经绕一圈了哈，应该已经绕一圈了，书柜。OK， 书柜、橱柜、茶柜、青草柜，书柜、书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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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柜。哇，怎么没有看到假货？哇，书柜假货也藏得太好了吧？这边都没有假货、啊，这不是吧？OK， 乱射乱射，这个不是，我还有藏在下面的，应该不是吧？这是木头书柜 ，OK， 书柜，到底在哪里？到底在哪里？到底在哪里？一级帐。完蛋了，我居然找不到最后一个书柜假货。God， 这个，书柜假货 ，OK， 过关了。Computer poker 跑酷 ，The iron block means there is an invisible block. The gold block means there is nothing. What？铁砖是代表那个是有东西的真实存在的格子，的砖块。然后金砖的话，代表那边没有东西。他刚给我一个中介珍珠，哈，不错。所以我现在要干嘛？不会是要照着这个跳吧？太远了吧，很难看哎。OK， 泡岩浆，OK， 这是。镜子的反射面呢、哦？我们要找金砖是假的，所以我们要找铁砖。这个铁砖是后还是前啊？我看不太到哎。OK， 应该是后面。被魔法杀死了。哦，不是后面啊、哦，所以是前面侧边。
不是侧边。What？ 那在哪里啊？太难了吧？这里没有，没有没有，它应该是两格后嘛，对不对？一二，所以是两格。我现在站一格，一格两格后，所以是大概在这个位置。What？ 认真吗？这很难呢。OK， 试试看。没有东西在这里吗？我怎么感觉是在正前方哦，这个位置啦啊。OK， 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我找到了，我找到了。不是，各位知道吗？它有前后差，所以我没有办法很准确的告诉大家，就是我看到的是前还是后，所以这有点难啊。后吗？后也不对啊，两格差的后最角落吗？哦哦哦哦，我找到了，我找到了，在这里，在这里。OK OK OK， 我找到了，在黑线上啊。然后这一格应该是往前轻跳就可以到了，没有东西。Very nice, very good。哦，看黑线，它高于黑线的一格，看黑线，所以它应该位置应该在这个地方。看黑线，看黑线，这个位置。哦，对对，我摸到，我摸到了。哦，我好聪明哦。OK OK， 我到了，我到了。然后下一格，我们过来这一格，再过来这一格，下一格应该是在我们的正前方，再上去一格吗？哎，好像有东西哦，好像啊，不，没有东西。哎，我怎么没跳到？黑线，黑线的上一格哦。哦，这个东西并不简单，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哦。往前跳吗？哦，上来，上来，上来了。OK， 我们现在在这一格是这一格，然后往正右边跳。OK，OK，Nice，Nice，Very good。然后我们要往正前方跳。OK，OK，Very nice，Very nice。在这个是。前还是后啊 ？What？ 这是前还是后？等等等，冷静冷静。后，这是后，这是后，后吗？哎、后，对后没错，应该是后吧？我猜是后。不，天哪，这个要把它背下来比较快吧 ？OK， 我又死了。OK OK OK OK， 我们又回来了。我们刚刚回到这个位置之后，就是卡在这里，对不对？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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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前还是后？到底是前还是后？然后它是一格宽，难道是正面吗 ？OK， 我们跳跳看正面。哎 ，nice 啊啊！跳太多下了，太可惜了。OK，OK，OK，、okay, okay, okay, 往这边跳一格 ，nice， 过来了。我们现在在这一格了哈，然后再往前跳两格吗 ？OK， 好。等一下，我们要先站好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哦。我们现在这个框框里面，往前跳两格，理论上是到这儿，没错吧？依照这个比例来说 ，OK，OK，Nice，Nice，Nice， 我们到了，我们到了。然后下一个呢？下一个去哪了？后方，后方，后方吗？它是在角落，所以在这里吗？没有，等高的角落，这里吗 ？OK， nice。然后呢？等高的角落，我们要到这一格，这一格不是靠边的，是这一格吗 ？OK， 好 ，nice，nice。然后再，我卡住了，卡住了。哦，没有卡住，没有卡住。这个也是偏角落的、哦，然后再往前一格，让到这个上面。哎 ，nice， 过关。